Go, go, go. Hi. 出发了。Hi, 我是 Wilder 的 Mark。又到了我们产品 review 的时间。那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把产品带到户外来做体验。在我旁边的是 Wilder 的编辑 Ray。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体验最新的 Mobile Fast 2。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右銮空溪吊桥，今天就是我们要泡野溪的行程，准备好了吗？丛林探险，各位，相信也有很多朋友来过太钢。太钢它其实就是分山路跟水路，今天我们走的是过去是山路，回程是水路。为什么会这样子选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体验这款鞋。对，这里会不会太烂？试一下 Mega Cool。那因为这里就在溪的旁边，又被林道给遮蔽，所以它整趟路经常石头都是滑滑的，所以鞋子的抓地力就非常重要。这一次我们穿的是 Mobile Fast 2，这个黑红我个人很喜欢，它又不是全黑，它有一点红色的点缀，蛮亮眼的，不会死气沉沉。它的鞋底也很帅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有 Vibram 的一个点，其实真的蛮帅的。我这次选的是蓝灰色，灰色一直是非常适合去跟各种颜色做搭配的颜色，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选哪一个颜色，或许蓝灰色也是不错。这次地形其实穿它中筒的鞋子，因为路程短，所以中筒来说你比较轻量，走起来灵活，可是它又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，不会像低筒很容易翻船。所以我们在走那些上上下下的路程啊，其实这样子的鞋子它就是灵活，然后是适合跑友。我们现在临到大概走山路快一半，瑞，那你现在走到这边感想如何？我觉得比想象中的好走，那有些地方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有些地方你还是要手脚并用。蛮高评价哦。再看看，看到温泉的时候，我们看它会多 surprise。就 TripAdvisor 给你五颗。TripAdvisor。哎，看到溪水了耶。那其实山路都还蛮贴心的，它都有这些前人留下来非常贴心的好物。在我们吃完一碗泡面的时间，温泉就要到了。那一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太钢温泉啦。这时候导播就会帮我下一颗星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噔噔噔噔。噔噔后面就是我们答应的地方，基本上就是包场了。来，我跟大家聊这个鞋底，它这一次使用的是 Vibram 的黄金大底，它特别用一个技术叫 Mega Grip。Mega Grip 呢，最主要就是它在干地跟湿地的抓地力会有明显的提升。那其实蛮符合我们这一次野溪温泉的设定。我们走路有湿滑的泥土地、大石头、碎石地，穿下来的感觉它的确是有确实去咬住这个地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跟我预期的一样，还蛮不错。在讲抓地力，其实你脚掌能不能实力去抓住地面也蛮重要的。这一次的 Moab 它的脚底其实是软，所以它可以服贴你的脚掌去做实力的动作，那这个对抓地力来说其实也会有帮助。大师大动我们的名声，名咖啡厅 All Day 的主理人之一啊，帮大家业配一下。鞋面的部分，它其实用的是网布，网布它的特色就是透气、柔软、包覆性好。那透气这一次，昨天其实为了影片效果，我自己有稍微摔了一跤，尝试一下它鞋子干得有多快。它现在其实是干网布，它的透气性好，然后它快干，但是网布它的缺点就是它容易刮啦。当然这边它也有一些比较牢固的结构，可是还是不要太愁缠比较好。
做影片效果。我这一次是不会滑倒。其实大家冬天都会想要泡温泉，你可以试一个不一样的尝试，不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泡温泉，就是大家来户外泡，那其实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，而且很轻松，很快就可以到这，而且你也可以带新手来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啦。爬山的人不会是只有在爬山吧？一起露个营，喝咖啡，真的很舒服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第一次的路线开箱就到这里喽。如果你有知道什么野溪地点，欢迎分享给我们。Wilder, see you, bye.